袁主任，嗯，这是温医生昨天连夜赶的小结，和我写的责任认定报告。等我和温医生沟通过后，就可以找林大爷详谈了。嗯，非常好，非常详细。嗯，哎，不错啊，这温医生还不错吧？您指的是哪方面？是性格还是专业啊？啊，没什么，赶紧去找梅枝沟通吧。嗯，啊。这种事情是看感觉的好不好？那要是能按时间算，温医生在这实习的时候，我可就在这儿了。那我和温医生的孩子们都3岁多了，想得美吧你？什么鬼？他到底是想不想休息？是不是想休息？照片不是丑陋，是秦医生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肯定是秦医生，温医生和秦医生才是官配嘛。不行。 秦医生我也不同意，那还不如秦医生和钟真的CP，我更能接受一点。我投钟真一票，那照片就是他发的，你还投他？嗯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钟医生，医生你病历掉了，节操也掉光了吧？阿姐。 说说吧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真不是故意传出去的。昨天晚上下班后，我帮老大去给林大爷送吃的。老大交代过，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。但是，刚好有护士经过，所以黄贯中。钟真。 你下班不回家，在这干什么呀？你刚把什么东西放到那里了？我，哎，对了，是不是到了每天的舔屏时间了？看，我这次拍总分，绝对够你们评一个及格的。真的吗？那你快发呀！马上，记得发原图。好，回去慢慢看吧。 就这样，照片就传开了。我当时也不是有意要转发，只是担心给林大爷送饭这事被别人发现，老大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。天地良心，日月可见。哦，原来是意外啊！我差点就相信了，照片是不是你拍的？照片？什么照片？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，量刑依据。 我认，照片是我拍的，但我拍的时候不知道是你啊。况且我那是误发，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能撤回了。误发？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阿杰，你又想干什么啊？进。 看了林大爷的案子，觉得不属于医院的责任，我会从今天开始对大爷进行劝退。但是按照医院的惯例，最后患者跟医生还是要在综合接待办见面的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正好找他有事儿，不如你去约时间吧。那就定在今天下午3点半吧。可以。我这就找他去。等等，现在综合接待办都忙到这种程度。 连话都不让人说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6、7点有空吗？
下班时间你也要跟进案子吗？你不是要向我科普网红餐厅吗？我等着呢。你这是要制造话题啊，温医生。什么话题？一早上你都没听说吗？医院都尘封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澄清一下？哦，那个，谣言就像短暂的神经麻痹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何必在意？ 我倒觉得他像个肿瘤，不割掉他，你就不怕变异吗？有进步啊，都能用医学术语举例了。我可没开玩笑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让大家误会我们不好吧？你不该去解释清楚，并且与我保持距离吗？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保持距离，我不同意。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这一次，替你去结束这个谣言。真的吗？那你欠我一个人情。现在啊，已经有 A、B、C 三个选项，不如大家下个注，输的人请喝下午茶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喝下午茶。要不我也下个注？ 温医生，现在谣言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所以我来澄清一下。所以答案是从容了？不是，没有，没错。 这个人是跟我有仇吗？他向来这样，腹黑，是吗？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总喜欢抄到考卷，后来他就把选择题故意全部填错，害得那个人抄了一份全错的，搞得老师大发雷霆。原来是个惯犯啊，难怪，整天笑里藏刀的，真的搞不清楚在想什么。 我自己动手。不不不，你贴这玩意儿，谣言就能解释清了？哎，老大，真不用贴了。嗯，你今天心情是不是不错呀？那论文是不是能？ 多宽限几天？哦，为什么这么久？我一看就知道啊，我是谁啊？我可是老大的天选小命。那你猜猜原因？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总不是因为被传谣言吧？行了，那论文就宽限到下周五。 不对啊。
我能不能不是下下周五吗？